好 ，OK， 来看看这次照片照的怎么样？不知道能不能过？看起来还不错呀。反正这一次呢，是我自己来做模特，如果不过的话，下次让他们提高预算不就完了吗？OK。青兰姐，电话。啊。喂。兰姐，出事了。别慌，有事慢慢说。天塌下来，不是还有我呢吗？啊，那个晚上要播放的公司资料突然出问题了，兰姐，你快回来吧。什么？你到底长脑子了没有啊？先找那件红色的衣服啊。哎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马上过去。你现在必须把它找出来给我。如果你这次搞不定，就别想再干下去了，明白了吗？对不起，女士，这里是私人酒会，没有邀请函是不能进入的。你确定没有挡到你们老板的客人？刘哥，哎呦，就当一辈子保安吧。哎呦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，这是谁呀？这块我不请自来啊，这么大的排场，我必须来沾沾喜气。这样。哈哈，什么嘛你？你这别掐，别掐！哎呀，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。现在真的是新人胜旧人啊，开 party 轮不到我萧一纯什么事儿了呀？哎呀，你瞧你说的，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百密一疏，我认罚行吗？你是贵人多忘事，现在 China Show 是蒸蒸日上，到时候别忘了上小妹一口饭吃啊！你瞧你说的，没问题。姑娘们，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。刘哥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哎呀，别这么客气，就叫我艾瑞克，艾瑞克。刘哥，这么远的路，拍张照吧。啊，拍照啊！行，拍照。行。哥，你旁边那个叫咪咪，是我现在力捧的当家花旦。啊，咪咪？哎呀，这哪儿咪咪？挺大的。啊？不是，眼睛，眼睛大，眼睛大。来来来，拍照拍照。哎，看这。来，哎。哎，二，哎，还挺顽皮的那个。哎，删了。刘哥，您看您把上次的尾款给我赶紧结了。不是，咱待会儿再说这事儿，行不行？啊，我知道嫂子一向心脏不太好，万一你……那个，我忘了一件事儿，那个我们这个财务啊，他明天就回来，回来之后这款我就给你打过去。刘哥，咱俩好说话，一是好说话，看能不能把那给删了。这个呀，哎，给别再说喽。你看你还不相信我？走，里边请。兰姐，别生气。哎，这没你事。我在跟你说话呢，你看着我干什么？啊，美女。嗯。下次啊，开车让你的司机慢点。啊。哼，我司机吗？怎么？哎，哎，你这走。哎，神经。你好，兰姐，我们该走了。啊啊，我们马上到，马上。哎，快，走。
哎呦，我说怡纯，你这个事儿一定千万千万你不能告诉别人。我不是怕你。谁呀、啊？这么大胆，敢吃老娘的？美女，美女，美女，哎，欢迎来到这儿。都胖成这样了，纯姐。今天呢，臭小子，小了点，下次去我游艇上，好吧？你那位给你们介绍几个比较不错的，像我这样优秀的人。我说你今天没带女伴啊？幸会，幸会。怎么想起来关心你纯姐姐的事儿了？嘿，瞧你这话说的，对，有什么？好好好，你们随便，你们随便。刘总。哎呀，稀客稀客，哎，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呢就是 CK 公司的 CEO 伊纯小姐，你好，这位呢是我们特地从韩国请过来，马上跟我们公司进行合作的，非常著名的韩国摄影师宋先生。宋先生年纪轻轻的就已经成为顶级摄影师了，每天抽空给我拍几张写真照啊！好好好，有机会一定给他拍，你看他多漂亮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们俩，哎，宋，我给你介绍一个人，是我们公司的，有很多方面你们需要合作啊。好，来，哎，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个是Qinglan，这个是宋康浩。啊，没事。初次见面，你好。你好。其实我之前就已经看过宋先生的作品了，我能够感觉到您是非常有自己想法的摄影师。是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我觉得您作品中的情绪感特别强，同时呢，又没有照片带给观众的静止感，反而觉得画面随时都在运动。嗯，谢谢啊。哎呀，Qinglan，哎，我发现你这个私底下功课做的挺足的呀。啊，我一向都是如此啊。你你好，兰姐。刘哥在这儿呢。对，纯姐，哎，你怎么才来？我今天去试镜去了，刚从片场回来。啊，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武佳，既是我的好姐妹，又是公司签约的艺人。刘总，陈总，叫我子俊就好。哎，那个韩国欧巴哪儿去了？啊，还有韩国欧巴？嗯。嘿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是我好闺蜜，你要再往哪儿乱看，戳瞎你钛合金狗眼。好好好。Hello， 哇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还 hold 得住吧？我记着你没有邀请函啊，你怎么进来了？哦，当然是靠女人的魅力了。我勒个去！尊敬的各位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次酒会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身旁的这位呢，就是我的得力干将Qinglan小姐。
放心吧，经理室是不会亏待你的。不是，那刹车没有了。什么？爸，爸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另外跟大家宣布一个事情，从今天开始呢，青兰小姐将成为我们公司的时尚部主管，也就是说亚洲地区的所有时尚业务就归青兰小姐一人负责了。谢谢大家。下一个环节，请大家和我一起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 China Show 下半年的具体拓展方向。什么嘛，青兰，你我说你什么好？大家要替我做主啊！这个女人，她抢我男朋友，我再也不能太不要脸了。她宰割我的爱情了，简直是胡说八道！今天我站在这里，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这个女人的真面目，一个破坏别人幸福的坏女人。该死的，你给我闭嘴！对，少说几句。少说，那你给我闭嘴！少说几句。滚！近点，滚！近点，有种做小三，没种承认，是不是？哎，别，啥？哎呦，你看见没有？这都是你弄的，你真给我长脸！从今天开始，停薪留职。哎，你别走啊你！哎，大你还敢走？你滚！明天China Show一定会上头条。别担心，警察马上来了，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？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。这下好，你把人小三砸进医院了，他活该，谁让他那么说青兰的？那你也不能往死里砸人家呀！哎，都别吵了，这是医院。医生，里边人怎么样？手术很成功。太好了，这么高都能救活。但是病人已……
大家脸色怎么都那么难看啊？哎，你们说不会出什么大事吧？哎，医生，刚才那个病人怎么样？啊，恕我无能为力，吉安。不会吧？把他给砸死了？春姐，怎么办啊？没事没事，见机行事。谁是李彦宏家属？哦，我。医生，他没事吧？擦伤而已，我已经帮他处理完伤口了。擦伤？你确定只是擦伤？哇，你怎么说行就行？我装死来的。我就说这女人皮那么厚，怎么可能被我砸几下就砸死？去把缝合费交了。我去付。随随便便一个小三儿都比你会演，你赶紧转行吧啊！转，我好怕。真的假的？傻瓜，当然是真的呀。哎，杨川，你干嘛去啊？你可以呀，啊。